今天保安感觉特别多，因为昨天闹事吵架有两次吧，差点要打起来。还好吗？哇，好刺激哦，厉害，好刺激啊！怎样？我看你跑完，我跟人家撞在一起，我整个吓死了，幸好你没有撞上去。有啦，我现在觉得有安全帽就很不错，很刺激耶。对啊，速度这么快，都黏跟超紧的。大家什么时候成绩出来？应该是有进决赛啊，应该有啊。啊耶！有进决赛耶！我进决赛好像得冠军一样。你要跑了吗？举手大家跑 QQ。等一下，几点？没看，你要不要热身一下？开合跳，俯卧挺身，来个50下，不需要。好啦，你 OK 的，你 OK 的，你 OK 的 ，OK 的，你非常淡定，感觉已经胸有成竹，来吧，是不是？还好吧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你现在还那么年轻，你只要坚持好之后就可以，好不好？跑有奖金好不好？哇，你看李老师几岁了？你几岁？13。哇，快十三。你就不用说了，满头白发。我是你的3倍，再多2岁。请问一下我几岁啊？数学题。这是施华的爸爸妈妈。是吧？妈妈在旁边看会不会很紧张？应该超紧张的。就久了就习惯了。刚开始的时候超，就是刚开始比赛都超害怕的。我看他都很紧张。如果我看我自己儿子，我一定更紧张的要命。尤其那个发车的时候，就觉得成功就哦，对，有安全回来就觉得好玩就好。我刚有深刻感觉，不要撞在一起，跑完回来就好。